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模组合成器第400天，哇，又一个100了，天哪，好快哦！好，那这一个影片呢，我想来聊一聊，我昨天刚得到了这个 A121S Stereo Multimode VCF， 那可能在去年某一个时段哦，大概我猜是八九月的时候，我开始转向了喜欢使用 filter 的这个 self oscillation 的功能来作为 oscillator 或者是 percussion 的这一个习性啊，这是个人的癖好。那随着去年 Dover 发表了这个 A121 啊，我之前有拥有小颗版本的 A121，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新版的 A121 呢？它直接做成了两个放在一起，然后有一些很好的两个 filter 联动的功能，像这两个 filter 反向转一起移动 frequency 啊，或者是反向移动 frequency 啊，独立的 frequency、独立的 Q 值之类的。那细节的部分我不打算在这边介绍，这不是一个介绍 filter 的影片，这是一个实验我如何可以用这个 filter 来作为complex oscillator 的影片 ，OK， 所以所谓的 complex oscillator 其实就是两个 oscillator， 那一个负责发声，另外一个负责去 modulate 它。在经典的 booklet 的概念里面呢 ，complex oscillator 的 oscillator 彼此可以做 FM、AM 跟音色三种变化。好，那在这边呢，我没有办法做到AM， 不过我可以借由 modulate 它的 Q 来做出音色的变化，所以这个就稍微弥补了这个 filter 如果用 filter resonation 出来只能做出 sine 的这个缺陷。那事实上它还不只有 sine， 我们马上来看看它的声音。那因为它的 output 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我需要先用我的左边的这个switch 16作为这个 attenuator来衰减我的声音，这样子我的音量就不会太大。好，所以马上呢，来打开这个，我直接用一个小的 audio interface， 选择 ES8 的12 input， 然后把我的声音送进来。好，那推高我的 fader， 我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音量其实非常的大，正负八九伏特，非常的高，而且这还是 bandpass 模式，就是它其实在这个 filter 在不同的模式，它出来的音量 self oscillation 出来的音量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是 bandpass 模式。我后来发现 notch 模式是音量最小的，然后 low pass 模式应该是可能是最大的，2.3到负 1.8， bandpass 是2.4到负2.4。差不多 bandpass 是最大的 ，OK， bandpass 是最大音量。那我可能用不了这么大音量，我用 notch。好，那再来呢，就是我发现这些大音量啊，通常都会超过某些 input 的承载的最大值，所以它其实在进到任何的 input 之前，它就会破了。所以你看这个声音，这是 notch。所以比方说，我用 bandpass filter。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是 sine，它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有泛音的波形，因为已经顶到大家的临界点，所以非常的好用。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 ambler 去 modulation 它的从 notch 到 bandpass 或者是到任何一个 filter， 它都可以长出泛音，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就马上来试试看好，我在这边使用一个可以 random 的这个 envelope， 我把它开过来，可以 random 的 envelope。好，然后我去 modulate 它的它现在好像是 Q 啊，这个要用里面的跳线去选择。对，它要用里面的跳线去选，对，因为它现在是去 modulate 它是 Q。
所以对 single filter 对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 modulate 它的，不过它可以啦，就是这个这可以看到 QM 就是 resonance modulation 跟 TM 就是 type modulation， 它是可以用底下的跳线背部的跳线去切换，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做，不过它是可以的，所以光是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做出一个很简单的声音。好，那我们马上来听它 complex 的部分。好，所以所谓的 complex 呢，就是使用第二个 filter 的 resonance 送出来的声音去 modulate 它。所以比方说 FM 很快。好，那假设呢，我们把这个 modulation 的过程一样，经由一个 envelope 去处理，我把 oscillator 2送进我旁边的这个 VCA， 我把切到 VCA 模式 VCA， 然后用 envelope 去控制这个 VCA， 去开关这个 VCA， 慢一点，然后再把声音回送给frequency one。像这样子，本来是这样。好，那我可以把它改成用手动的，好了，这样子一直叫很吵，用这个旁边的 ears 作为 gate 去 gate 它，好，我就可以去按一下。像这样子 ，OK， 把声音放出来。好，那这一颗呢，它的两个 filter 的frequency 是可以独立调整，所以我可以把第二个 frequency 调快。所以这就是一个 complex oscillator 的很简单的一个举例哈。那你说这不就是 FM 吗？对，这就是 FM。那我们来做一点不是 FM 的事情。好，所以这一颗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两个 frequency， 两个 filter frequency 反向的一个功能，所以。所以你会听到我们发出声音的这个 frequency， 它虽然这个 filter 它虽然音高越来越高，可是它的太高了，是不是？对，太高了。哦，可是另外一个 frequency 音高会越来越低，所以它的 FM 会变成哒哒哒哒哒。真的超级好玩的。然后来呢，我还发现它可以借由自己 frequency 自己的这个Q 来让波形有很明显的变形。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 filter 二，它转换模式可以转换它送出去的波形，所以去 modulation 目标的这个结果也会改变。
OK，像这个样子，真的是超棒的。对，所以就觉得啊，当然我是昨天有在 5G 试过啦，我试了几个 oscillator，我试了 make noise 的 XPO，我试了 make noise 的 QPulse，我试了 TikTok Buchla 的258。对，那我还试了一些其他的 filter，最后呢，只有这一颗最符合我想要作为 complex oscillator 的需求。那当然，如果那你不直接买一个 complex oscillator 就好了。嗯，对啊，对。可是 因为这样子确实有一点好像输给他的感觉嘛，因为我就不想先用人家设计好给我的东西。而且大部分的就是现市售的 complex oscillator，比方说 Brenso 啊、DPO 啊，他们都非常的稳定，因为就是他们设计给你好用。那像这样子，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高音，什么时候会变低音。啊，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还不熟悉它，没有那么容易摸透它的这样子的机能呢，是比较吸引我的。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一开始我的目标是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纯粹的 sine。OK，纯粹的 sine 这件事情呢，除了用 filter self oscillation 出来以外呢，用别的方法是都生不出来的。哦，filter self oscillation 的 sine 是最纯的 sine，在。就算是 oscillator，它可以出 sine wave，那个 sine 其实也没有 filter 这么纯哦。它因为大部分要么是 sawtooth shaping 出来的，不然就是 triangle shaping 出来的。所以，真的追求一个非常一根泛音很干净、很干净的 sine，就是 filter。而且 filter resonance 通常会给你非常巨大的音量，所以在音量上面就比较不用担心。我很喜欢这件事情。那今天我。因为我昨天才摸到它了，那今天我稍微小玩了一下，发现其实它应该要像是这个 complex oscillator 的设计，filter one、filter two，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箭头，你 modulation 任何一项东西呢，它都会 normal 到 filter two，所以。如果要作为 complex oscillator 的比较适合的使用法，可能是用 filter two 来作为 carrier 啊，来作为搭载东西的一个目标，那 filter one 来作为 modulator，这点我还不太确定哦，可能之后再稍微细摸一下它，然后还有这个背后的这四个 input，我要好好的 sorry 好好的把它改变一下，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昨天今天的心得，我使用 AES 作为 complex oscillator。那事实上，任何如果你家里有两个 filter 啊，然后它有 resonance modulation 的话呢，都可以推荐，可以试试看。因为其实它会有点慢的。如果我们把 resonance 推出来的这件事情当做 VCA 的话，它会不会像传统的 VCA 啪一下就马上就打开声音？因为用 resonance 做 feedback 的 oscillator 生出来还是会有点慢，不过慢有慢的有趣。好，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一颗 stereo filter 完全没有让人失望，跟它的 mono 的版本一样好听，而且更好玩。那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买类比的发出声音的工具了，觉得有点大概1年多了吧，大概觉得有点。怀念、想念这个类比的声音，所以在系统里面，在我用了快要1年的这个数位系统里面，多加了一个类比的声音，我觉得蛮扎实的，好的这种感觉。好，这个就是每日墨竹合成器今天的内容，我们明天见，拜拜。